今次嘅行動，我哋發現販毒集團嘅分工十分之精細，亦都十分之有警覺性。當中除咗涉及水陸兩路嘅運送方式之外咧，亦都有大量集團嘅成員咧充當睇水仔，即係長時間觀察住嘅一個角色咧。並且利用租車咧去進行販毒活動，大大增加咗我哋警方咧執法嘅難度。有見近日的販毒模式已經由螞蟻搬家轉至到大型貨運，甚至乎是利用走私的途徑去將毒品運入本港，警方將會繼續以情報主導的方式打擊任何形式的販毒活動，並且與本地、內地和海外的執法機關保持緊密的關係聯繫，並且交流情報，在適時地就會展開調查和採取聯合行動，以打擊跨境甚至乎本地的各類型的販毒活動。解放軍駐港部隊近日進行三軍聯合巡邏，進行多項實戰化訓練，檢視部隊履行防務能力。登陣！出發！一日朝早，指揮所發出出動命令，駐港部隊海陸空三軍緊急出動，展開今年第四季度聯合巡邏。模擬搜救在香港海域失事墮海的人，在直升機引導下，海軍艦艇趕到事發海域救援。之後部隊再接到命令，要截查可疑的船，海軍成功截停並上船檢查。海面上货船移船情况比较复杂，航道比较狭窄，可疑船只吨位小，机动性强。通过这次演练，检验了我们平时训练的成果，提高了我舰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内地传媒报道，今次行动透过联合巡逻，将应急战备力量演习常态化，探索解决联合演练中指挥、通联、保障等多个问题。无线电视记者曹嘉荣报道。本港新增25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全部人都有接种两到三剂新冠疫苗，当中14宗涉及变种病毒，四人潜伏期曾经逗留香港，包括两名28和33岁的空手道港队代表，分别在今个月9号和12号离港，经卡塔尔前往哈萨克，两人离港时检测阴性，前日由南韩回港，连同一个28岁昨日從澳洲抵港的女本地機組人員都驗出 N501Y 和 T478K 變異病毒株。至於一名79歲的女病人昨日從英國抵港，四人都在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檢測陽性。另外多三個早前公布的確診個案驗出帶有 Omicron 變異病毒株，包括一名機場男清潔工，他的基因排序和早前一宗從加納和卡塔爾抵港的輸入個案一致，中心認為他是在洗手間裏面做事的時候接觸到 Omicron 的輸入個案而受到感染，將他列為與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的個案。本港到現在累計有44宗 Omicron 個案。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舉辦巡遊，慶祝立法會換屆選舉順利進行，總會希望當選人日後能夠為業界解決生計問題。大約30部的士在青衣9號貨櫃碼頭集合出發，
司機出發前在車身貼上祝賀句子，包括是立會開啟新篇章、香港明天會更好等等。車尾天線就掛上國旗。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就說，一共有1000名的的士司機參與，在多區分批出發，途經多條的主要幹道，包括是江樂道西、紅磡海底隧道等等，最後回到啟德協調道將國旗交還總會。我哋呢次咧就選舉之後，我哋覺得咧就香港可以咧就重新再出發，就希望咧就立法同埋行政咧就多啲，大家多啲合作，唔好好似以前咁又拉布，搞到好多建設都做唔到，咁令到我哋的士司機呢個基層呢、這個香港一個啊民生問題咁啊，搞到咧我哋啊開工又開唔足，咁希望咧就啊一個新嘅希望，特別咧我哋希望咧喺個交通運輸界上面就幫我哋喺的士呢個啊行業入邊就關於嗰個白牌車問題、非法啊載客取酬呢個問題。希望在法律上面大家看看可以、有些什么可以做的。他又希望90名的当选人除了为业界发声，在各个的界别专业也都能够为香港贡献。无线电视记者吴家谦报道。劳工处将会修订职工会条例，即是研究如果有人违反港区国安法，五年之内不能够出任工会职员，也都考虑取消有违原意的工会登记。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早前被处方取消职工会登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其后话，职工会条例对履行港区国安法责任的工作仍然有提升空间。而家条例列明，如果干犯欺诈、不诚实、胁迫、身为三合会会员等指明罪行，在定罪日期或者由监狱获释日期起计，五年内不可以任职已经登记职工会职员。劳工处处长孙玉涵接受本台访问时提到，正研究将违反港区国安法加入到指明罪行，亦都有机会取消某些职工会登记，预计明年将修订提交到劳雇会。其实我们的做嘢就去问他，去调查，然后如果我们觉得真的他违反了，我们可以做的就取消他的职工会登记。所以我想讲得很清楚，也是一个定心丸，在职工会条例下面，大家工会做回工会的工作是得到绝对的保障的。当局未有回应有多少工会正被处方调查，至于如果有工会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当局会不会交警方、国安处等跟进呢？如果他犯了其他例，那些会有其他的执法机关去处理的。即我觉得大家 要认清楚，他不可以用这个名字，即不可以用工会的名字去做一些非工会的事，这个就是我们职工会条例赋予我们的责任。至于自前年年底出现当局形容海啸式的工会申请，当局截至上个月接获超过4400宗工会申请，当中大部分是在前年年底至去年五月申请，截至上个月底大约有1700宗申请仍然进行紧。因应仍然积压多宗的工会申请，职工会登记局已经在今年九月向这些工会的申请人发信，确定他们有意继续申请。无线电视记者李玉坤报道。警方捕捕一个犯罪集团，检获超过一吨的华裔氯胺酮，大约值8亿4千万，是历来最大宗的氯胺酮案。行动入边拉了四人，其中两人被控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提堂。检获的48袋华裔氯胺酮，重1266公斤，数量已经超过头三季的总数，亦都是历来最大宗的氯胺酮案。警方毒品调查科根据线报，连同出动飞虎队和水警，在星期五朝早在鲤鱼门三家村埋伏，发现有三架可疑的车在附近徘徊，之后又快艇扣案，将怀疑毒品运上岸。警方采取行动，期间一个疑犯跳海逃走失败，而涉案的快艇就向东面水域逃去，期间有人将毒品掉落海。警方一共拘捕三个本地男人和一个印度籍男人。警方說犯罪集團行動警覺性非常之高，當中除了涉及水陸兩路的運送方式之外，亦都有大量集團的成員充當看水仔，即是長時間觀察住的一個角色，並且利用租車去進行販毒活動，大大增加了我們警方執法的難度。有見近日的販毒模式已經由螞蟻搬家轉至到大型貨運，甚至乎是利用走私的途徑去將毒品運入嚟本港。警方相信類似的販毒模式會持續增加。咁當我哋檢獲量更高嘅時候，咁佢哋其實就即係香港冇乜貨啦，咁所以佢哋下一次再做嘅時候，佢就會再運大量嘅毒品。
咁而隨住咧毒品嘅生產地，譬如好似阿富汗、巴基斯坦或者其他東南亞嘅國家，因為新冠疫情嗰個影響嘅經濟，佢哋變得更加脆弱嘅時候咧，影響到當地人士嘅生計，咁亦都意味著咧更加人願意去為即係去製毒啦，或者去為啲販毒集團去工作。警方話喺今次嘅案件入面，販毒集團分工非常明細，唔排除有多過一個販毒集團牽涉喺入面，會繼續循運輸、毒品來源同銷售方向做調查。無線電視記者賴啟森報導。